请你安静。这什么态度啊？你什么态度啊？我跟你讲哦，奇怪，我们这是我的朋友，我应该救谁的哟？你应该叫我喷水啊！你在锅里喷水干什么？里面还有人，不能乱射水啊！万一火烧进去，把他们烫伤了，知不知道？你讲话什么态度啊？我讲的是讲的废物是不是？你说什么废物啊？哪是废物？我再讲一次，快救我！快救我！快救我！赶快救我！快救我！快救我！出去！不要怎么了？快呀！整天车改都一样。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最痛的感觉是什么吗？闷痛、刺痛还是撕裂痛？哎呦，你讲身体不爽快，唔上病，佫当问东问西，你问啥啦？阿伯，我们要正确评估症状，才有办法正确处理。哎，人讲有中药啊，叫做救心啊，放个水池沟有无？紧一条破衣。阿伯，不要妨碍我们评估好吗？你什么态度啊？我跟你讲哦，奇怪，我们这是我的朋友，我应该救谁的哟？啊，奇怪，人家讲你叫来救啦。你吹我吗？我直接来投诉诶。你哪还严格？这个还小耍一下啦。紧呐！你若脚这么紧的，那遮熟啊呢？你老一辈病，我去就好啊。你即摆咧讲啥？我当然要带你去。这熬熟，这熟，这熬拖就拖出来啦。哦，哎呀，熟呀，痛啊！你拢讲袂听啦，较紧的，较紧行啦，是咧拖啥的啦？阿伯，你安全带啦。哎，你敢知为怎行吗？为遮的才较紧啦。我知啦。早就我个人知，拄啊才较紧，我就知，紧的去行啦。文弟啊，年纪拜金要做唔起款的啊？其实我们队员都是按照标准作业流程在做。可能是有些误会了。延误病人就医是可以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们要延误就医啊，我们十分钟就到医院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有够怕的，到今麦搁咧变改。都有变改，我讲的是自信好不好？伊讲的态度，到今麦同款，是啊，够差的啦。先生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我手痛，我脚痛，肚子也很痛，哦，快死了啦！我们送你去医院好不好？我不要去医院，送我回家。我要回家。报到听到去病院啊，你家里换上。是，遵命。可不可以自己走？可以，可以哈。来这边。走走。他刚才车上拉屎。不要动哦。放开我！你先躺好。干杯。先生，请你安静，这里是急诊室。I'm so sad, I'm so happy。只是喝醉酒而已，住什么院啊？我要喝醉啊！请你安静，躺好。态度很差哦。为什么说我不是这里痛，我是外痛？这什么态度啊？干嘛？我是你的 boss。不想擦药就不要来医院浪费医疗资源。你们要什么医疗资源啊？你们什么医疗资源？你要擦药，你管擦什么？当年你哥过世之后，就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你是不是刻意在避着大家？哪有啊，想太多了吧。在线，在线，里面都烧起来。主管室，你稍等一下，我跟指挥官确认一下。确认什么？我们这一栋有几十户哎，你赔得起吗？好，好，我破门，阿仁帮我来。我就作为你，我幺五，阿妹呐，要不然你以后来九寨打一九试试看。好了啦。你们今天就要给我一个交代，不然的话。我就去市长信箱投诉，我跟媒体爆料，不然我们就法院见。八万，这么多？你们认真打火，现在出了问题，还要自己掏腰包解决啊？你喜欢他很久了，不是吗？全世界谁都可以跟你在一起，只有我不行。那王八蛋根本欠人家教训，浪费我们时间，就算来害到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呢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。你都不应该让我成为你的共犯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TVBS 42台《火神的眼泪》。